您敢捌听过米哈达？顶悬迄个所在有米哈达？我听到一个声音啊，很像是咬东西还吃东西的声音啊。圈圈，你再去看一下前面有什么。谁？缅甸北部少数民族麻赖族虔诚信奉勿摩哈。我学了一句咒语，可以保护你，可以保护我们全家人平安。摩哈拉，哈拉嘎萨。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个所在。米哈达是麻赖族的罪人。应对乌摩哈不敬，遭到天罚。摩哈阿兰嘎沙，摩哈阿兰嘎沙。你叔叔说那个东西很危险，你赶快还给叔叔，不然你干嘛呢？那好像都是因为你啊。